我现在在武汉，我现在开得很快，现在他们在追我，他们一定是想隔离我，帮助我的朋友叫我喊到了这个门口。集权在使用这样的技术在控制人民，那么人民想要反诉他，想要去诉诸，甚至我连认识对手的机会都没有。我说对于人来说，所以说我觉得是很有必要把这些现在最前沿的这些发展和最落后的社会制度正在利用这些前沿的技术干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把它抽丝剥茧的一五一十的把它掰开揉碎的讲，我觉得是有意义的。